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其实是西方的传统食品，就像我们的酸奶和葱的共用，其他料理在煮食的时间不是会用得到哦。平常是牛奶做的，其实做法是无共用啊，其可以做出千百种无共款、无共用米线的起司呢，是不是很神奇啊？不过因为安尼有几多年特别去研究一个起司哦，今天我们邀请的好朋友其实拉丁美食的专家，甚至于其比到研究一个起司，伊还比到民族的阿根廷去做研究呢。哇，其同起司之间都带有两版的故事呢，我们马上来同佮分享咯。先来分享我们的万子。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尼埔乡的李万子，今本日佮分享同大家来讲我的故事。哇，欢迎万子，哇，万子。今天要做的像暗酱，色色暗酱的料理全部是你做的吗？是我做的。哇，你要料理是看看的清香也是呢。不过啊，提示之前可能还要先谈你介绍一下这样可以来试的哦。好啊。喂，班子，头头有讲到啊，你是拉丁美食的专家啊，甚至于讲你还去研究一个起司，你之前是在学料理的吗？不是学料理的呢。不是学料理的，啊，你是学什么的呀？我是学理工科的。理工的？是理工的。理工同料理，有失败的观念，失败的观念啊。不过，你怎么会对理工去学一个料理呢？因为那时候有因缘机会，认识到养牛户，他们因为牛奶过深。哦。存过多诶，太多。嗯，他们就想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哦，比如爱解决个人的牛奶出太多的时间，不过牛奶一年四季其全部都会生产过剩吗？冇，只有冬天会过剩。哦，像冬天的时间会存出太多，啊，热天的时间就唔会。唔会嘿。哦，佮说个人如果想办法讲，爱解决个牛奶的问题。将来去抢来去做一个研究，嗰种有想到去来做一个起司嘛？嘿，哦，啊，做起司用办法想到去阿根廷，去安到去到安远的地方啊。阿根廷有些个人都知道，它很资源丰富，所以它的牛奶也很纯，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去那边学习。哦，因为第一讲阿根廷，其实像你讲的嘛，其资源。农业生态哦，佮有畜牛诶，有猪诶哦，也甚至于讲，其他弱农业也挺丰富。挺发达。嗯，佮时节去到阿根廷的时节，去配有米到一个，我去先近来只位去做一个研究嘛，然后你全部阿根廷拢照片的呀。阿根廷有一个地方它，很专业的地方。它有很多养牛的，很多国家都会去那个地方来学。然后，特有阿根廷有一个地方，其实专门做一个弱农业，反正按年都去做个研究，按年用班去研究啊。啊，等就从头学，从头。对，开始用班做起司，按用眼先给牛奶开始嘛。嘿，我按年可以同人介绍一下，更加一个起司人去个好个，按起司有一多种啊。起司有1000多种。哇，千多种按那起司。啊，其实按多种，可能品种各种，不是会吃得多的，其实有哪种啊？穆萨雷拉。哦，穆萨雷拉。跟帕玛森起司。哦，也两种。啊，两种起司有吗？冇共用的地方吗？一个比较软，它可以融化，可以浓化。一个会，它是直接刨丝用的。那一个硬，那一个软啊？穆萨雷拉比较软。哦，其嗰时候就可以绑个轻松轻松，安尼冲牛奶汤安尼。开始嘿。哦，不过除了亚利用这种起司啊，其实你接触到按多的起司来讲，有冇个匹配的起司冇？有辣的冇？有辣的。啊？还有是够有辣的。有辣的，迄几不会不用加辣椒的吗？它在发酵的时候有放辣的。嗯。所以吃起来就会辣辣的。哎呦。按特别的口味呢吼，啊你有辣的，啊有酸的吗？酸的冇，酸的冇，酸的还没摆。酸的是只有新鲜的起司才会有。新鲜的，新鲜的起司。一波春大概一个礼拜。嗯，我会发黑的。啊，起司比较波春，像一礼拜哦。酸的，你讲酸的。酸的酸味的这种起司，像可以一礼拜啊，还有几？
就摆下的。嘿，哎，安尼，万子，俺看过气势啊，俺以前接触过气势，应该都从讲的嘛，可能泡个洗的，哦，某路切片的，安尼气势具有固定的型的么？无固定的型的，无固定的型的。啊，其他型的会影响到其他个口味啦，也系讲其他个品质吗？会，它的形状会影响它后面发酵的后熟的好坏。哦，后熟，那个气势会不会还会成熟哟？还会成熟，它在成熟过程中会改变它的味道跟颜色。哦，还会变。如果俺根本你买一个气势几路卡，那可能一礼拜模式几路变某种样式，某种样米西。是，它会看因为它的菌种不一样。嗯哼，我改变也。QB 哦，其他 QB 冇用用，有其他菌种诶冇用用，像养熊嘛。啊，你平常安尼接触到这两种气势之外，其他条都有讲诶有辣的气势嘛？还有嘛个其他种类个气势，你万子你有接触过？那有看过葫芦型的哦，葫芦诶，雕诶手面，比后手。哦，就像条都唔讲诶嘛，本伊雕红来，本伊一段时间其他米西就冇用用，冇用用嘿。哎，我唔会讲雕红来播出那时间，根本连个试一下，黑夜嘅米西，后日切的时间又冇用用嘅米西呀。他在固定时间要取样，来分析，来尝看看它的味道，才知道它的品质好坏这样子。啊，你对你来讲，要种气势，其他用来判别，其讲其他好诶，也系唔好诶气势啊？都是要看它的外观有没有变化，或者是它的味道有没有变化，来决定它的好坏。啊，唔讲安尼气势也它的乳香味很重，口味够重。哦，也个腐乳型诶，腐乳型诶，其他口味够重，够重。我介意黏米够重诶，都可以买亚种诶嘛。够好吃哦，够好吃哦，够好吃。那其如大枪是安尼是？嘿，哦，嘛可以做料理。哦，也可以做料理，可以做料理。亚种安尼台湾买得到吗？目前买唔到，买唔到。不过除了头头俺能讲的也几种气势之外啊，俺能台湾还买得到其他哪种的气势啊？台湾可以常看到的就是比较硬的而已。不过还是很少，各手可以看到各式各类的气势。啊，按内用，俺想讲哇，有按到某种款的气势可以，台湾俺能可以去前面还有某，要全部收集起来了，做一个品尝大会安尼。安尼蛮好啊。哎呦，各很难找。安内伢讲到一个气势，伢又想到一个各重要的问题。气势伢能买过去的应用版来保存啊，像台湾款安内不是又落雨又暗黏黏，是去暗虫，为咩买过去一下都坏的？唔会呢，我都是买整块的。用多少就刨多少，那用不完就冰冷冻。你在要用之前，就是从冷冻库拿出来退冰就可以了。哦，不用冷冻啊，退冰啊，买冇用还又不用贵一样呢。嘿，啊，你保存可以保存一久啊？这样子的保存大概可以保存到半年都没有问题。哦，不过我看外国啊，可能有诶气势有冇，佮不用多哦，外表上啊，有个三菇，又甚至有个虫诶。这种还可以吃的，三菇也可以，虫也不行。虫也做不得。有虫的，就是要把它刨掉了。哦，对。今天韩工给给种的是最贴皮的，给气势蜂蜜最好的呢。嘿，还有亚种的讲法哦。它可以，它味道很重，所以要看人吃。有的人吃的会比较会怕。因为它属于吃气势是有等级的，它其实分六七级这样子。其实还有分 level 的哦，有分。啊，其他用版分也给等级的呢。大概它分六级，然后最初第一级适合一般人吃，像新鲜气势带酸的都是算第一级的。哦，其他米西哥汤，这个十八酸酸是第一级，第一级呗。然后第二或第三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吃那个披萨在用的，它就算第二级的了。然后第三级可以算白梅气势或蓝气势，都是算二三级，三四级的部分。对。然后最重的我吃过就是那种后熟，大概要三年以上，甚至到五六年的。哦，那个等级就是非常味道非常重的。其他个那米虫都，你可以形容一下给
有点像台湾臭豆腐，不过是很臭很臭很臭那种。哦，那底个跟面食就像人家讲的个臭豆腐汹涌嘛，就那个人有的不敢吃人家的臭豆腐，结果像敢吃见人家的气势。气势嘿。不过更多一个气势，见嘿嘿营养的轻营养啊。它很营养，然后它的乳脂肪也蛮高的，但是越新鲜，就是等级越低的气势，它的乳脂肪会比较低。然后越重的气势，它的乳脂肪会比较高。哦，如其他从头都唔讲诶，佮等级个高，那咪个重诶，其他个脂肪的部分如果个重。个重，因为它需要菌种去把它分解，然后产生那个香味跟香气。啊，你建议讲，人类平常跟像森林啊、农林家，可能会补充个营养的部分，人类可以选哪一种诶气势个好啊？农林家，哎。我觉得会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中等的，像第二级或第三级的吃也可以。哦，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重，也比较清香一点，接受度会比较高。哦，不过人家有的人说啊，有生牛奶啊，有个奶糖不耐症、乳糖不耐症一个部分，是都会压力度的。像吃一个七十几，会有一个情形。二是等级比较高的，就是大概四五级的就可以。哦，我是都按过个 level 诶，因为其实它里面的菌种会把牛奶里面的乳糖把它吃掉，那是它的营养成分，它会把它吃掉。吃掉之后，我们人体再吃就不会有那个乳糖不耐症。哦，你安尼啊呢？古时候有会吃到牛奶会奥利多诶，就可以先过过级别个，嘿嘿，唔免讲诶过贵个啦，还讲个奶米过从后熟程度过高诶，其实来吃哇。观众朋友，您听到吗？原来其实是按来做出来的，因为有按多种某种款的米丝，哦，有辣的，哦，有失败酸的，原来其实某种样菌种做出来的哟。不过，原来其实可以做样板的料理呢。原来休息一下，马上来送一下喽。所以汤俺们底个起司是用板做出来的，既唔单止可以搭腔吃，也系夹面包来吃，佮还可以来做料理哦。诶，料理是用板来做出来呢，俺们强搞板子咯。板子，你看条都按的按丰富的料理，今天俺们来吃的按对哪一道先开始试啦？来建议双层的先吃。双层的那家个爱清发的。哦，有个强强的吗？强的嘿。哦，先吃。强强诶，夜空里莫暗冲。啊，你应该先猜一下，那个强强会不会抹茶？强强是青花哦，青花菜，然后中间是起司，下面是南瓜。哎呦，哦，是分三层的，那你可以一次插下去一起吃。嗯，哇，观众朋友，你看到冇？当果那个强色的是青花椰菜呢，是强色的花椰菜，中间是讲是起司嘛？哦。啊，带下迄番瓜，哇，一个空空的都清香，也是。今天俺们都要上快乐心给阿米西咯。中间我是用穆萨雷拉起司下去铺的，然后它如果加热的时候，它会融化。啊，现在可能有点冷却了，对。所以你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口感。然后带点甜味跟咸味这样子，所以吃起来蛮像甜点的。很多客人很蛮喜欢的，因为一推出来，他们蛮喜欢这种。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吃起来口味也比较清爽。哎，今天安尼说啦，真是有时候个番瓜的甜味，啊还有个起司个咸咸的米丝，佮种个嫩米呢，一丝丝的嘿。蛮真人之前做嘛个，我想到用一个青花的菜来做一个咸派啊。老师讲，早期那个在阿根廷，他其实用了很多花菜，番瓜哎，或者是番茄跟茄子，其实都是他们主要在用的。那会做成这样，其实他那边也是很多料理都是用青花跟南瓜下去做，但是变化不同而已。哦，今天传统上，今天如果阿根廷这片如果用安尼的方式来做一个料理嘛，哇，真是清奇片呢。不过，安尼是下伊啊，有一些疑问哦。如果其他米西，怎么可以用选择用一个莫扎瑞拉的起司来做啊？用其他的起司做唔得吗？
因为我在找的时候，我想要找味道稍微重一点的，可目前台湾我目前没有找到满意的。嗯，所以这个穆萨雷亚其实是来自中南美洲，我也是用中南美洲的起司，然后下去做，那它的乳香味也刚好够，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来做。哎、真是，因为咱们平常是给青花叶的时间，有一个菜味有冇？炊米，骨臭。炊米嘿。一个感受那个气势，有冇呢、啊？全部都跟嫩米同个反瓜个甜米，嘿，真是挺好吃呢。蛋果一个一丝丝泡泡的，也是气势嘛。它马生气势。哦，骨臭一个有两种气势。两种气势的上面嘿。哇，一百多四都两种气势的米是种个应用哦，哦，真是可是一百。你还一个呢？还等下会介绍，你可以吃一下那个饺子或者是小披萨。哦，安尼安尼先对一个饺子会，你讲一个黑饺子哦。在那边是算馅饼。嗯嗯嗯。那因为它真的名字叫恩巴纳啦。恩巴纳。恩巴纳啦。恩巴纳啦。对，是那边的名字，但是翻译就是馅饼的意思。馅饼就是他们会把肉啊、把菜通通包在里面，包括起司。嗯，那他只要吃一个，那可以吃到所有的东西。哦，都抢出来，你有全部都绑在台底下，用那个皮包红了。嘿，那你一行吗？一行。哦，观众朋友，你们今天呢，就来试一个用行的来馅饼哦。哇，第一摆试一个用板来试过后啊。用手来试。用手啊。用手。哦。会整块拿起来吃。哦、拿红来试。好啊。那你试过那先。嘿，皮爱滴家做诶，手工做诶、哦，全部拢自家做诶，家己做诶。哦，无不用过多盐，过多油，安尼个健康。嗯，真是呢，迄底部油饼啊，看得到迄萝卜的，有吗？无萝卜的，里面有啊、番瓜、番瓜、马铃薯跟小黄瓜，然后还有穆萨雷亚起司。嗯，我刚刚也是多个起司，头头我咧睇睇头诶，个起司睇后背。嗯，然后稍微加点中南美洲的香料。嗯，春天配的米线呢，那是做个芝士球的米，还有个马铃薯同个番瓜的香脆的那种甜甜的米线。嗯，真是春天配。不过，你讲反正他都有讲，也个今年传统上会有加点油，唔加基本冇不用用呢。啊，冇用用啊，素食的，通通的素食的。哦，你根本你带过来全部会素食的，素食的料理，让吃素的人也可以吃，比较健康，也比较可以多样化选择性。哎、真是安尼，感觉挺健康嘞。你讲有行的嘞嘛，买种炸的嘞，有时间可能是都也个都挺讲讲起迄炸的嘞，哇，全部会有。不过在哪方嘞，也个皮冇油呢。啊，你也个皮也很能，头都讲自家做的嘛。自家做的啊，有改良过了，因为比较不油，也不不咸，也比较吃的比较健康，跟市面上卖的那种皮的酥油是不一样的。嗯，对。观众朋友，皮白石头也可以用杭州的馅饼，比较 Q 米啊，清火清清爽，哎呦，没个油呢，真是适合太家人哦，讲油的啊，来试看那先。哎，曼子，你讲讲也可以全部很素食的料理。怎么给你会选择了做一个素食的料理呢？我本身蛮爱吃吃宅的。嗯哼，那你下一代呢？下一代啊，你可以吃那个小披萨。哦，也给吗？嘿。哦，也给黑小披萨。可以黑墨西哥诶。哦，墨西哥唔系阿根廷的呀、啊？墨西哥也算中南美洲之一。哦，中南美洲这片呢，那你先对右薯片也给，右薯片也给来吃，那你先拿好了。那个是芦笋番茄哦，芦笋同 tomato 啊，生的 tomato 嘛，生的 tomato 哦，圣女小番茄，然后下去制作的，嗯哼，那一样，它是像小披萨一样用穆萨雷亚起司下去融，它口味比较清爽。嗯、哦，这些都跟 tomato 的明星呢，然后用的是我们就是店里的自己调的番茄酱，嗯。然后搭配上芦笋的话，这样吃起来很轻松。这时候呢，轻松就是嗯，还能讲生菜沙拉、沙拉这种的感觉。够上嘿。啊，你做一个小披萨会唔会挺困难啊？不会很困难啊，因为都是自己做的，而且皮都是自己手工擀的。嗯。那大部分现在夏天我都会出这一种的，就是比较精致、比较小巧的，然后蔬菜很多，那客人他在夏天吃不下，就可以吃比较多这种东西。哎，真是的呢！你一天的时间，吃到一个酸甜酸甜的，哦，马上就
给胃口诶，唔会讲可能吃的都太油啊、太辣啊这种哦，这捏甜的时间都唔，诶，真是都唔掉。诶，啊你另外一类呢？另外一类，那看得到诶，哦，真丰富呢。当个个葡萄干啦，啊，同个鲍鱼啦。嘿，唔系葡萄干，嘿，黑豆。啊，芋头味哦。芋头味，有鲍鱼，芋头味。你讲一个系芋头味。芋头味。刚刚的青葱可能平常吃的个葡萄干。芋头味，嘿。真是吗？没偏爱哦。因为这是。风诶、欸，墨西哥风味的，所以他用了很多豆类的东西。哦，诶、欸，真是几没葡萄干呢？没葡萄干。不过是后来人香港人平常是给芋头味啊。有在煮过，在去煮调味过。我告诉也给芋头味，香港人台湾这个，这个嘿，按人当去重新料理過，料理过，都变安尼。嘿，哦，安尼我同伊西干也系用安尼酒都安尼咯。欸，它有泡过水，泡过水让它发，嗯，然后再下去调味过。哦，那因为它烤过的时候，它会稍微干一点点。嗯哼哼哼，那你那个长长的那条都硬的是那个芦笋吗？没，那长的山椒的。哦，长的那个椒的，嗯，真是来参观那些假米是很用的。哦，这种口味，它墨西哥口味，它有加一些红。红辣椒，嗯，红辣椒它不是辣的，它是红甜椒下去做的，嗯，所以它风味比较不一样，而且有加一些孜然。嗯，这熊腰明显是孜然嘛？嘿，孜然。哦，青熊呢？就它可以带出豆类的风味。嗯，观众朋友，要个小披萨，也可以试试呗。因为条都给同个头发都会毛茸茸，给青熊。哦，阿吉亚吃的个给调味跟米西。同个鲍鱼，哇！在捏甜的时间，真的是一个过好呢，哇，很清爽的感觉哦。它这样子营养，它的营养够，但是它热量比较低，嗯，因为它都是蔬菜跟豆类，所以蛋白质是很丰富的，嗯。然后上面有一块白白的那个是就是酸奶酱哦，我们还会铺酸奶酱在上面。你那个酸奶酱还自个搭的吗？自个搭嘿。哦，难怪海德都有是还有冲个优格的米西，就会要个酸奶酱。酸奶酱嘿。哇，安尼其实。你人要个料理，其实真是好个，哎，咸皮啦，然后讲个什么的类似吼。嘿。不过，按你要个披萨机，大家在室内时间接受度会过高吗？刚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蛮喜欢的，尤其是夏天。嗯。啊，因为这是这几个礼拜开始推出的，那在制作过程中比较麻烦，它工序比较麻烦。嗯。因为它豆子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我需要去另外再调理它。然后再铺上去，那你要考虑到它吃起来口感是怎么样，嗯，然后不会太湿或太干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我试了好几遍，当然也看了很多去找寻了蛮多的文献，嗯，下去再制作这样子的口味，嗯，真是刚刚安尼试烘了有没有用的个口味，冇用，不过它都很有一种。挺和谐的感觉啦，就是说，哎、欸，酸甜酸甜有酸甜的东西啊，吃到一个口味又加上个酸奶酱，给它综合有冇？它口感底部有一些湿润，因为唔会太燥，它有很丰富跟我讲的口味跟东西，嘿，因为唔会冇以前人讲的个豆腥味在底部，啊，是烘了有饱足感的感觉，哎、欸，真是贵是好我们人提一般呢需要有一个活动量的人来吃，也贵是好嘞吼。系啊。啊，主要是要让他吃的营养又吃的健康，然后不会有负担。嗯哼哼，那因为要做这两种口味，是想要让台湾人可以吃出更多不一样的变化，不会觉得吃我们，因为我是做素食的，嗯，所以很多人觉得素食就是不是炒青菜就是烫青菜这样子。嗯，我们那就是为了要让它变化，就会尝试不同的国家的口味，嗯，所以中南美洲的这样子。哦，观众朋友。条条丝都更加是在暗度烘好食的素食料理哦。不过还有更多精彩料理、好食的料理还没先介绍到诶。从起始的故事，等下呢，让恁休息一下，马上过来继续分享哦。实在，提以前来讲，可能系宗教嘅原因过多，
不过呢，人家讲的食材也是讲素食，其实是在照顾自家的身体哦。你看，有很多精彩好食偏方很多的料理，其实食材也是一件挺享受的事情。什么，丸子？从哎，头头俺能吃的很多好食的料理，还没还没得咸甜食多呀。哎，还有一个咸派还没有吃，咸甜食。安尼入秋也给咯。哎，也给咸派几乎冇给做呀。看看嘞，青酱嘞有粉色，啊底部有泡泡。这个是番茄罗勒，然后它是用新鲜的番茄，然后切一定的厚度，然后铺一层一层铺上去，然后中间会铺一些罗勒上去。嗯嗯嗯，啊，你先试看那先，哇，中间要给哦，在中南美洲，它用了很多番茄跟罗勒下去搭配的一些餐点。嗯，那因为番茄大家都知道它很营养，那对心血管疾病也很好。那罗勒因为它很容易跟很多蔬菜都很搭，嗯，所以它可以提味，然后中间有夹起司下去，让它让它奶香味重一点。哦，要给泡水的你会起司吗？这是水煮蛋，我们里面会加水煮蛋。那结果会，搞到会起司，结果会可能水乱乱嘿。不过你的起司会加不甜那样？中间有一层，然后上面也有一层，可能它融掉了。哦。你行的时间就用用安尼奇怪呀，哦，我觉得哇，你其实按这种成本按太咧，对不对？嗯，哎呀，个托马托的米是贵重咧，贵重。不过有个人贵讲是这种托马托的个想象的米是有一种水强脆的个米是，个毛呢，那个轻松特色这种托马托酱有冇果酱这种是把甜甜酸酸甜酸甜的感觉。哇，哎，这因为 tomato 它在烤过之后，对不对？它的里面的甜分会释放出来，嗯，所以它会吃起来像果酱这样子。盐派那个皮都会你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哎，你做的真是轻费功夫呢。米个啊，派皮啊，个就全部会你自己安尼一类一类做出来。你做一类料理，会唔会准备清久的时间啊？够久啊，因为为了要让客人可以，就是让大家吃的健康，为了要推广蔬食。这样子的话，可以吃到比较健康又营养，不会有负担的料理。哦，啊你来讲，其实你头都有讲到嘛，阿根廷啦，也系讲墨西哥这片，今年吃的东西也常用安尼食，今年用平常是用安尼料理嘛。啊你诶，他今年常常安尼常用嘛，托马豆啦，还有保秀啊，青椒也得全部今年也会用到，都会用到。阿根廷料理都是用很多蔬菜，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场看到的，有很多番茄。茄子都是他们常用的。嗯，那我们也会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像红扁豆。哦、那在中南美洲是很多黑扁豆。嗯，它是黑色的。嗯，那因为很多含很多铁质跟丰富的蛋白质，所以他们的营养摄取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像羊菇的话也是他们常常用的。嗯，因为羊菇有很丰富可以增强免疫力的部分。嗯，所以如果我来我们店里吃，都会吃到这几款。蔬菜都会常常吃得到，对。哎呀，因为人家讲可能食材都讲讲，蛋白质啦、啊，吼、哦，也爱讲其他维生素会不够，嘿，无啦。我按人家看看嘞，其实你看外国人今天按太重也唔会呀，懂冇？因为包括起司其实就很营养了，起司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嗯。那因为起司是用鲜奶去发酵做成的、嗯，所以里面有加一些菌种，那些菌种可以帮助我们肠胃的蠕动，嗯、也可以帮助我们肠胃不好的菌，嗯、可以让不好的菌可以排除，所以它其实可以保护我们的胃的。嗯，哎、欸，你讲番子，安尼料理安尼用起司做诶，有试过诶？那平常时你看起司打枪是可以用诶，是啦。如果起司的部分，我们可以。我现在带来的这一款就是它可以直接切丁吃，嗯，那可以夹面包，嗯，或者是它可以直接用果酱可以吃。哦，就亚克黑酸，嗯，介绍的是哪种的起司？穆萨雷亚起司。亚克都会抹。这是来自中南美洲的起司，知名大厂的起司，对。哦，亚就会你讲可以给拉暗从的。可以可以可以。哦，安那刚刚能可以的板块阿金毛。不过要加热就是了。啊。我加热不，咱可以放暗藏哦。嘿。哦，啊，那唔怕，人家先说爽过那先其他面试。爽过吗？啊，你讲可以加个果酱，也爱披麻个东西吗？它可以配啤酒，嗯、那边有配啤酒，直接吃。麦酒。哦，那糖果还讲起司可以披个红酒。哦。嗯。你可以吃出它乳香味很重，那跟
我尝过，在台湾尝过，其实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从它的原料味道就很香了，嗯，那淡淡的咸香味，所以很多小孩子来店里都会，我都会切给他吃，那都会蛮喜欢的，连老人家都喜欢，对，嗯，要跟英国森林人会亲好，因为有时候上海有新疆是拜咸咸的面食啊，后背嘛就会跟黏米出来，黏米嘿，嗯，还有一种。有点像优格的味道。哎，走，很想讲哦，一个充满个米线，原来就会一个优格。哎，那个其实好吃呢。啊，可是我给大相思也做着吃，啊也过来做料理。可以。啊，不过广东一个料理啊，好多蛮子牛广东嘛，一个全部你自家做的料理，全部会讲食材，就是素食嘛。是。原本路才食材吗？哎，原本食材，还是哎。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没有全吃素，嗯，那时候还有吃点肉，嗯，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爱吃蔬菜，嗯，那刚好因缘机会去了那边之后，也认识了许多，嗯，他们就是吃素的，嗯嗯，那他们在运用料理上发现非常丰富，不像台湾就是炒过而已，嗯，所以我也进而也去跟他们学习，然后也去他们的餐厅工作。哦，嗯，除了那个研究起司之外，还去其他传统工作过。因为我想要知道我的起司学出来之后可以应用在生活中，嗯、跟平常生活中可以教大家做这样子。哦，不过你去这边工作的时间，今年这边讲的话是什么话？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啊，你本身有学西班牙语吗？我是去那边才开始学的，大概学了两三年。哦，这样可以同人做交流吗？嘿，啊，你去到个传统工作的时间，当然是跟人工。工作会不会很困难对你的工作来说？蛮困难的，可是就是也要去跟当地学习，他这样子会比较快，对，慢慢慢慢就学起来。对啊，很多想讲，哎，是这个时间，人家同工作会熬去拿一点买个菜，拿买个东西，结果你当时还拿唔出，有安尼情形无？有啊，拿唔出嘛？比如说他叫我拿桶子牛奶桶、嗯，但是我会去拿到别的东西。拿牛奶桶，结果拿到一些水桶也蛮给桶了。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会先把，主要是先把语言先学好，基本的就是牛，比如说我要进汽车厂里面学习、嗯，那有一些基本的，它的器具我都要先西班牙语要先学会，才能够沟通。嗯哇，真是的，因为你就想讲，对外来讲啦，阿根廷啊，那年是喺讲畜牧业给讲发达嘛，啊，自己又叫牛的啦，用的嗰度。啊，迄个时间啊，唐公今年青岛个知名的肉厂啊，也还今年料理也还牛个，啊，结果唔迄个过来，结果才推广一个素食个食材，啊，真是某乡都还有一个偏方呢。我去那边之后才发现，其实大家虽然都是吃肉，嗯、只是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开始就是比较养生，也吃的比较健康，所以就会开始推广一些吃素的。嗯嗯嗯，就是不一定全吃全素，可能吃点蔬菜水果。嗯，所以因为阿根廷主食是肉食，嗯，所以可能肉也吃太多了。嗯，所以就有一些年轻人这样子推广。哦，如果今年这个后生哎，可能感觉以前可能传统上料理可能肉是过多，而家呢，做一个偏方，给用菜来帮一个肉啊，菜过多一些，肉就渐渐的减少安尼。哇，其实一个观念挺健康，对人来讲也可以值得推广啊。各种咱过来上来做一个素食的推广，按几多一片的时间，卢卡做一个素食的推广，卢卡有同某个意见无？哦，刚开始爸妈其实蛮反对的哦，因为我们像我们客家村内部是客家村，嗯，那因为他很少人会吃素，吃素就对了。嗯，那他们一来，他们对素食台湾的素食的观念是觉得不健康。你能摄取的营养太少了，就强吃强睡。嘿啊，可是后来我妈妈有跟我过去大概两年时间、哦，我特地带她过去的。嗯哼哼，我希望她可以接触不同的环境，然后看看人家怎么吃蔬菜水果的。哦，那她去之后呢，发现真的吃的好健康，人家也很漂亮。嗯嗯，那也不会像台湾就是吃的不怎么不健康，所以她也蛮支持我后来做这一个。嗯哼，不错。不错，今年提个食材，今年的素食，迄种天然的个食材，唔系讲像提到的这种化工，要比加工的东西来做。嗯，真是可以值得来推广一个部分的。啊，你半子过去阿根廷一多年的时间了？啊，去半年。半年哦，哇，一个轻松的时间呢。啊，你提个研究，你还没全国
阿根廷拢去老了歌呀。我呢无全部老了歌。啊，你唔记这片的时间有冇个嗯印象过深的东西啊？也故事可以同阿人讲一下，介绍一下嘛。哦，我特别要介绍就是阿根廷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像我身边这个杯子、嗯，他们就是像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几乎每个人都会喝。亚个黑茶。茶。伊个茶杯耶。安尼，就像安尼是吗？哎，安尼，你直接吸就可以了。是，嗯，我伊当讲的全部会给，你看，全部会茶叶。茶叶粉，嘿。安尼是唔会是都给茶叶吗？唔会，你可以吸看看。是哦、喔，对对对，七杯了，七秒哦。那它就是因为下面是有已经有滤、嗯，已经有滤过了。那他们的茶叶是有大片跟小片会下去打成粉，嗯，然后直接用热水80度C 热水下去冲、嗯，然后喝这样子。观众朋友，去百事豆也给马给茶，马黛茶哦，马黛茶，去百事豆也给茶，那个米西先唔讲，失败算算，从俺那个重要的米西形容，唔过也是好意思，莫是都给阿个茶叶呢？莫，那、啊、你们有个吸管有匹配的提防吗？因为它有滤过那个叶子的功能。哦，你看，然后按呢，告诉按呢，还是的时间就唔会。这都几爱茶叶，嘿，今天变嘞，不过那个茶真是蜜西清晰美，是重要的，蛮特别的，对。嗯，那、啊、你今天那个就像今天平常时的饮料吗？嘿，饮料几乎他们因为他们是吃肉的国家，所以他们那边俗称是减肥茶，哦、就是只要吃完主餐或者是吃完饭就一定会喝。哦，对，还挺神奇的。啊，今天吃就按奶是有冇个匹配的给吗？就是他，我们通常就是自己喝完，然后喝完之后轮着喝，都是用同一个吸管喝。哦，那就表示我跟你确认我跟你是朋友。哦，但如果我跟你不认识的话，我们是不会用同一支吸管喝的。我说谁来谁没有用，安内太卡都是这样喝，对，没错。安内真是清奇妙一种，还蛮特别的丰盛呢。观众朋友，今天啦，唔单枪第一讲。其实用下来做，有一道种用下来保存，还是都好食的素食的料理。当底下讲哦，原来食材唔系像以前安尼，最重要讲食材，而是咧健康，而用天然的食材来做料理哦。今日呢，请感谢万子来到现场，带来安好食的料理，同安神奇的故事，真是一个长安会记得。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内埔小城镇来品尝这个手工的素食料理，谢谢。好哟，吃的按好吃的料理也错会按久的，我们继续天天欣赏来做运动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勋，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今天我要教大家是小腿的腹部的赘肉的运动，请大家放下来同我做运动的哦。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暖身，请我跳拿在上面看。好，边看慢的做数，弯片，老眼前的一片，两片，第三片。一，拿了半片，一，三，四，更加痛呢。数中的五个剪条在前面捞，一、三、
是第二杯，我杯龙的打车。在上面用下来，伸上去用下来，好，手用下来，用轻松的扭转，想慢慢的坐下来，两只手用的后背，脚慢慢的捏放来，两只手也是在上面伸上来，好做停留。你会感觉你的肚子更圆，把师傅要坐好哦，重心要移，重心要移好，慢慢的放下来，两只手再放在后背，再一摆哦，牙痛中呢可以训练你的腹肌，痛的肌耐力。慢慢放下来，你把臀的脚伸上去，做一个箭头动作，上下慢慢的好来，在前面做一个延展，好，接下来把你的脚屈起来，像树树一样的把眼睛的树放来，我继续跳起，慢慢的抿下来，两只脚，用你的肚子，用只手，两轮的脚，做一个熟悉的动作，慢慢的手打开来，用你的天来，脚伸上去，做一个交叉。慢慢的下来，再上去，好，休息一下，两段的脚，
慢慢再落一摆，用着树边的脑杯，从心上通下走。慢慢的数下来，两顿。好，再来吐个跳拿，好，吐个动个脚七条，放来同到脚七条，尽量靠近个脚七条。来做二十下，一。三、四、五、六，吞心上通下走哦。唔可以呢，可以休息一下，唔怕，休息一下再出发哈。好，慢慢呢，苏打可来，过上有人的上面板，的下面板，来延伸延展的身体。苏清凉伸出脚脚尖，慢慢的苏打出用腹部的力量，放起来。好，起起，跳起下起。嘻嘻，跳起上来，嘻嘻，跳起下起，嘻嘻，上来，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慢慢的上来，今天的运动好不好吗？记得了吗？有时间阿团能同阿做运动哦，好好运动，俺们下次再来聊。